好，接着我们看30-05。In the figure, a 120 term coil of radius 1.8 cm and resistance 5.3 ohm is coaxial with a solenoid of 220 turns per cm and diameter 3.2 cm. The solenoid turn drops from 1.5 amp to zero in time interval 25 milliseconds. What current is induced in the coil during delta T? 好，这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呢，一个磁场是由这个solenoid 是这个是 solenoid， 是比较长而比较半径比较小的这个 solenoid， 这个螺线管。这螺线管的参数已经给了，它携带的电流是 1.5 安培啊，然后这个 solenoid 是每公分220圈，而且它的直径呢是 3.2 公分。在这个 solenoid 螺线管的外围有一个线圈，这个线圈有120圈，它的半径是 1.8 公分，比它的半径 1.8 公分，所以它的直径就变 3.6 公分呢是比这个 solenoid 的 3.2 公分还来得大，所以是圈在外围。好，圈在外围。好，然后这个 coil 本身呢是有电阻的， 5.3 欧姆的电阻，它是120圈啊，半径也有了。所以根据这些参数呢，已经知道这个 solenoid它本身是有电流的，所以它是一个电流的提供者。电流的磁效应使得这个 solenoid 本身呢有一个磁场，而这个磁场会随着电流从 1.5 安培掉到零，假设是均匀的线性的掉到零，在这个时间呢是25毫秒之内，从 1.5 安培掉到零。那请问呢在这个 coil在这个线圈当中呢，会因为这个感应的电动势而使得线圈当中会有电流流动，这个电流的多寡啊，根据这个 5.3 欧姆，我们知道这里头有个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除以这个 5.3 欧姆就是里头的电流了，所以电流可以算得出来。好，现在问题就是同学们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到我们一般在讲感应电动势的时候呢 coil 要注意它有圈数，所以我们除了算它的单圈的磁通量变化之外，还要把圈数乘上去，120圈要乘上去。好，那么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把磁通量先算出来，磁通量是由螺线管来提供，螺线管的电流的磁效应告诉我们螺线管所提供的这个磁场呢是 μ0ni，N 呢是每公分220圈，所以你要把它变成公尺，所以每公尺呢除以100倍就变2.2圈，一公尺2.2圈，所以 N 是 2.2。 那请你注意到螺线管所产生的磁场是在它的内部才有磁场，在螺线管的外部是没有磁场的，螺线管的外部是没有磁场，磁场为零。所以对 coil它本身的磁通量的面积，有效面积其实就是只有螺线管的面积，所以是 3.2 的这个直径是有用的，而不能用整个 1.8 公分的半径来考虑啊。所以根据这样的考虑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数据带进去算出来，感应电动势 d5bdt 这是单圈的磁通量变化，还要乘上 coil 线圈有120圈，所以这边有个120，然后 d5bdt 把它算出来，这个问题只有磁场在变化，面积没有变化，所以面积仍然是 A 很简单，是由螺线管的半径来决定，所以呢同学们要注意到是 π 螺线管直径 3.2 公分，半径是 1.6 公分，也就是 0.016 公尺 πr 平方，在这个地方。然后磁场的变化是来自于电流的这个下降 DIDT， 所以这个 DIDT 请注意到它是负的啊，
DIDT 是减少，所以负的，再跟原本的伦次定律前面的负号消掉，所以就变正的了哈，会变正的电，会变正的这个感应电动势。好，那么DIDT 呢 ，I 是从 1.5 安培降到零，所花的时间是 0.025 秒啊，所以把它这一除就是 DIDT， 所以把这些全部乘出来啊，这个 N 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哈，已经。刚刚是每公分220圈，那现在呢变成公尺的话，应该是乘以100倍，所以是变成22000圈啊。好，我刚刚讲错了哈，在这边修正一下啊，这应该是改成这个数字。好，把 μ 零 n 啊，还有这个 i 的微分哈、啊，都带进来了。最后你就得到感应电动势，把感应电动势除以电阻 5.3 欧姆、Collier 那个线圈的电阻除完之后，就是线圈里面流动的电流，所以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